基班的第一节课拢是我的课，但是最近真歹势吼，因为最近咱伫做迄个职前训练，什么职前训练？我们台湾民政府执政，我认为在很短的时间之内，台湾民政府真紧就执政。啊，要执政的时阵，咱即摆训练的即个参议员、众议员，还是内阁，拢无经验变嘛。无经验，所以咱都爱职前训练。所以你甲想看卖吼，那咱现主席初级班，后壁还佫一个高级班。高级班上煞休一两个月，互你去思考。思考中下，你真的愿意替台湾人的后代做事情，你就出来做行政官员。有一个法理典章。法律典章就是按照你自己的个人意愿，你可以回来典章。法律典章以后，所以可以是职务典章。职务典章就是台湾民政的官员分做五种，严格来讲是六种。第一种叫做郡守、郡守。什么叫郡守？全台湾以50万到60万的人口，咱变成一个郡、一个郡，当然。看官无啥共款，咱即摆现是中华民国制度是啥物啥物官，迄、那个郡守呢是50万到60万一个郡，啊，这个郡叫做郡守，叫郡守。郡守呢有行政权，有人事权，有财务权，所以郡守是这个职务是还不错，但是还不错来讲。你的责任很重大，所以郡守要参加考试，考什么试？考你的法律。今日正拄好，伊一个月一摆尔。今日下晡4点到6点，就是第八次的郡守考试。但是咱在座各位，你可能还阁无资格，因为你无高级班毕业。高级班结业以后，你就可以参加郡守考试。考试的范围就是新台湾论，很简单啊，干那考一个选择题、甲是非题，安有简单无？我问小朋友，互恁听好无？我是非选择安尼安有简单无？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但你拢考袂过，一般来你考拢超200个，啊200个几个考过？差不多20个考过，200题题80题的。是非题，120题的选择题，考试时间2小时。我今天冬季哈，老老实实胃头开始做，2点前过以后要求我要过欠6、7页未做，考卷是17页，所以你都没有办法作弊啦。因为8次的郡守考试，咱有2届个试验。往后啊，无你提起来变，好，你可以翻书，叫做 open book test， 你可以看书。我那讲也可以看书哈，一拜都是真深啊。啊，你唔能去看书，你看书你滑片，因为你变车时间哈，好，你变着得到0.5分，像你拢无写。所以我是跟你建议讲，你若要考郡守哈，选择题要先写。选择题写了，最后才写啥？写是非题。啊，有真侪人吼，无经验，啊，就为是非题开始写。是非题读过对，啊，要甲打圈的时阵，稍等，搁读一摆，唔对。一个对，一个唔对，都读第三摆，第三摆搁对。安尼里面啊，干那一题哦，你著浪费足侪时间。所以要劝改吼，选择题先写。啊，叫是非题。郡守过来，参议员、众议员过来，政治局、事务局。啊，后尾还有一个黑熊部队。黑熊部队虽然名叫做部队，但是无互你拿刀，无互你拿枪，因为你是要去将来要去做海巡署、警察局、调查局、国安局。互伊叫做督导，督导的权力足大，就是警察局局长，伊拢无受训嘛，但恁遐拢有受训。
警察局长如果不听命，当场撤换，你有迄个权利，啊才报予中央。所以呢，这五六种的职务啊，在咱的民政府的官阶里面都可以做。啊，咱即摆已经渐渐在完成，即摆剩参加，即摆差即个说900个，就是咱即摆有3100个。但是这个900个，我估计差不多2-3个月我们会完成。当然训练的是不止啦，初级班已经有5000几个，但是虽然有5000几个，有真侪人是讲啊，我都来读个，啊，我都不一定要做官，所以伊就免当来点招。啊，但是你是台湾民政府有你啊迄个身份证诶，后摆迄个后壁弄一个号码，伫。咱接着建款的头前的这个号码，我们会得到叫做这款的叫做啥？革命先行者，在座拢是革命先行者。什么叫革命先行者？就是即摆要改变建款先行的人啊，唔是叫你做革命先烈。革命先烈是创啥？会死去，死了以后才做革命先烈。啊，你我问你，你愿意为台湾死的人举手？真的啊，假的，你要死，那都假的啦，别这样啦，你要死，我前面跟你说，你前面不能死，我不会叫你死，你一定不能去死，你要做革命先行者。咱用法律就会接你啊，咱用法律就接着政权，你何必就牺牲呢？那去跟你，我讲你政权都是中到哈毒素啦，什么毒素？打到拼哦，阿公的人也不爱拼，打到枪哦，阿公的人都在后面。啊，死是先，咱大家伫操前个死啊！阿伯若听咧，甲你讲哦，枪哦，炮哦，你拢讲李大兴，换你坐到后壁，你坐咧甲看就好，无效嘛，敢毋是？哈、啊，迄叫做黑熊部队。啊，你会当这六种职业，你会当拣一种。最近差不多是这个月吼，咱来完成迄个黑熊部队的主训。咱现在是已经差不多要将近300个，啊，黑熊是安尼，黑熊吼，咱政府、咱台湾民政府会发这个制服给伊，啊，但是未发钱给你啦，免烦恼啦，我未叫你去死哈，咱用法律的。来，我要上课以前，我要请问，你家己感觉你是台湾人的野手？你感觉？感觉啦，啊，你无感觉你是台湾人的野手？给恁足无趣味呢！啊，你无举手啥物？啊，你感觉你拢唔是个举手？你们一定吼，我若恁问问题吼，我若问几种，你就一定爱举手的啦。啊，无那啊，有趣无趣味啊？啊，上课咱敢若我咧讲，啊，你拢我若唔知你有你听有啊，听无啊？那我问一摆，你感觉你是台湾人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真好，来，请你站起来，我甲你问，你要哪证明你是台湾人？系对，你讲你台湾人嘛，啊，我即嘛唔捌你嘛，啊，你爱证明讲你是台湾人嘛？慢啦，你拢讲迄无效啦，证明啦，哎。好啦，这个，我讲吼，这个标准的台湾人啊，这种叫感情方式的，证明的意思哈。就是讲，你要拿出一个证件，证件讲，甲你决定讲你是台湾人。现主席，逐个人拢无法度证明你是台湾人。伊要安怎讲？来，你有身份证无？有啊，有嘛吼？是毋是这张？是毋是？是这张的举手。无啦，这张的举手，是这张的举手。足奇怪呢！恁查甫，我看你的面都无成这张啊！你们，哇！台湾人哦，很容易受骗。这张的面嘛，一个我打拢你牙手。来，我告问你。你讲这张，你摕这张对不对？这张有讲台湾吗？迄张原你捌字捌读起个手？你有念过书的请举手。
人家小弟弟二年级，人家嘛在举手呢，二年级呢，你也要谈嘛哦？安怎谈？道一下台湾，什么地方写台湾？啊，中华民国身份证对吧？啊，上面有没有写台湾？啊，没有。啊，你怎么证明你是台湾人？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，阮家隔壁是美国啊呢。伊嘛生在台湾，长在台湾呢。马英九嘛是讲伊是台湾人呢。你去国外，来，你去国外，你有摕护照对不对？来，互伊看卖，看是这张这本。即马你被我骗去啊啦！你迄本的迄个卡甲这边同款嘛，对不对？另外啥啥？中华民国。但是有的人讲吼，哎、欸，等你哦，内底有写一个台湾哦，有无？迄是阿扁刚写，假无写的。这张甲拍开内底，嘛是写啥？中华民国。你没有办法证明你是台湾人，所以2006年十月二四，台湾民政府以林志森为名去控告美国，告赢，真欢喜嘛！我甲美国讲。阮个人正款行阮，伊讲可以，你找台湾人来接正款，安尼你有欢喜无？想咋？美国后壁甲你讲，我讲那我可以啊，我台湾人啊，我婚姻观出世啊。伊讲吼，那，你提出证明来，我甲你同款，就爱坐伫涂骹腿啊开开啊。我拿不出证明啦，我提不出来证明啦，所以2006年十月二日，咱过年的顺序2009年四月七日，高等法院判决五种：本土台湾人无国籍，本土台湾人无政府，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，承认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各位。佮讲啊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。第五点讲，要求美国的行政单位要主动协助台湾民众这人。所以美国官方派人跟人讲，当你训练的4000名懂得法理的本土台湾人的时候，我们把政权还给你。眼睛拢点点。您来这上课嘛，是希望来接到正款嘛，敢不是？敢对不对？对。诶，小可有反应，你看呐。啊，你若讲无要想要接正款，你来坐是要创啥？诶，天气足热呢。您可能您这期算足好运呢，一来就有冷气。诶，你若知影对。没有错。你看看隔壁第二教室，遐拢是阁员呐，伫受训呐。以前阁员受训，大概是安尼吼，安尼汗潮潮顶呢，啊，规身躯拢汗呢，啊嘛足认真咧读册呢。遐上课的教授，台大、政大的教授看看，讲甲我讲，哦，那台湾有希望啊啦，台湾有希望啊。我安怎讲？我咧上课吼，大家拢去做笔记呢。伊讲我伫台大甲政大咧上课，遐囡仔。足贫惰的啦，若要读册啦，那尤其那第一节课无人背起来啦，所以看到咱台湾民政府吼，所有来上课的，包括遐立法委员拢讲哇，台湾有希望啊。但是我是甲伊讲啊，我心内啦吼，甲我甲你讲，因为咱有考试啦，所以才遐认真啦。你若看吼，因即马来三工，恁伫遮吼，安尼很高兴，我看恁安尼行来行去。你也看因三工两暗，拢无人爬起来，迄、那个位定落去，就是定三工两暗。你创啥？你读册，因为有三遍的考试。咱有足侪人拢会惊考试。我甲因讲真简单，你第一，你脑记棉被，每天早上起来，棉被自己棉被要自己叠好，啊有简单无？安尼有10分。第二。你有做笔记，安尼阁有10分，还有20分啊，对不对？过来，
你上课很认真，无予班长甲你记缺点，你阁有十分。剩诶三十分考三摆试，总平均有三十分，安尼未及格吗？安尼未及格吗？安尼拢会及格。是安怎讲？记名片有要紧，各位，咱台湾人这六十八年来，予国民党拢教歹去啊！你是台湾人对不对？即话唔敢讲啊，你啊？对啦，你是台湾人啦。啊，我请问你，来看我遮。台湾人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？有啊无？有诶，请你举手。有诶，举手。好，举手。啊，来，拢举手。啊，无诶，举手。啊，唔知诶，举手。搁一摆，恁吼足无趣味诶啦，手摇较悬诶啦。台湾人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请举手，然后手放来啊，没有参加的请举手。有人举啊举两摆，什么意思？啊，第三次就是说不知道的请举手。我跟您讲哦，全世界所有的地区也好，国家也好，的人民唔知影家己诶，祖先还是家己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有啊无？唔知影，搞不清楚。我若甲你讲有，你要相信无？对无？相信的举手。啊，无相信的举手。他拄啊讲无参加战争的人爱举手啦，因为无战争，所以就不会有证据嘛。来，你看这张图，这是啊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美国军机轰炸台湾，厝嘛密密麻麻，含即摆总统府叫做总督府，下一半掉去，要下两摆掉去，安尼有看不到战争无？有无？有嘛吼？对不对？你无，你无勇气讲呢吼？人甲你轰炸，佫唔知影佫有战争也无？啊好，甚物人甲你轰炸？美国甲你轰炸，所以美国人是咱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对的举手，唔对的举手。哎，甲你轰炸，你阁唔知影讲伊是你的敌人？当然是我们的敌人啦、啊！你迄个时阵啦、啊，我讲迄个时阵啦、啊，你被轰炸，轰炸你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嘛、啊，对不对？拢都拢无敢，无啥敢讲话。你受的迄款国民党的教育，甲即摆起来讲，迄脑拢不一定转得过来。啊好，听清楚，看我听哦。美国和中华民国是同盟国，对不对？你小学课本有读嘛？同盟国嘛。所以美国是我们台湾人的敌人，因此中华民国也是台湾人的敌人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你乃去摕中华民国身份证。你哪会去做中华民国的兵？你讲台湾人有笑无？你去哎、欸、哦，所以你讲我被逼的，你被逼的同时，你的头脑已经受了国民党中国人的那一种不对的教育。来，搁看，还有问题呢？恁足侪拢飞起啦，因为美国轰炸台湾，所以台湾有参加战争。我请问你，啊，那有人见死无？参加战争一点见死啊，对不对？啊，见死也变安怎？你去台独啊呢？是不是？是安尼举手？啊，不是安尼举手？啊，唔知的人举手，足可怜的。中华民国，伊为着讲替中华民国死的人，拢家提起新主牌，甲提对，提到。中烈祠啦，哎，你是你拢你两种知识很低呢。中烈祠啦，中烈祠内底有台湾人的新厝牌啊无？哦，别讲，无一百个啦，无一百个啦。迄毋是中烈祠，伊甲你换做什么？什么国军英雄？什么什么碑？中烈祠无，我昨日甲你报警，因为。台湾人不是中国人，你死以后，伊要把你放伫中国的忠烈祠。啊，那台湾人死，你要放喺度？放喺国家，包括三军外分到。
后来你唔知影爱听到。台湾人伫迄个时阵去作战的时阵，代表什么人？日本。所以台湾人死以后，藏喺度，藏喺日本的东京的靖国神社，靖国神社啦，内底有几个神主牌啊？39,100名。捌去靖国神社参拜台湾的英灵的，请你举手。恁无嘛？遐人真正替台湾死的人，你毋捌去甲拜过嘛？甚至你含知影都毋知影。只有台湾民政府为三年前开始，每一年拢派150个医生去遐集体去甲参拜。各位，是安怎台湾人去做兵，做中华民国兵死以后，伊无要甲你囥在忠烈祠。法理上足简单，台湾人毋是中国人，他没有必要祭拜你。甚至你台湾人去做中华民国总统，结束以后，所有官员即马甲你拢掠去关。迄原因伫遮啦，台湾人拢毋知啦。啊好，台湾人战争有发生，我请问各位，10月25号，10月25号，即天中华民国甲咱讲台湾光复节，对不对？太唔对，我讲中华民国讲的啦，中华民国说迄天是台湾的光复节啦，对不对？那是谁说的？是中华民国说的，是他们中国人说，台湾说，因为台湾他们中国人来管，所以他说台湾光复节。你建书哪有光复节？请问我们打败仗为什么有光复节？所以有人就跟你写说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。再讲一遍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请举手。啊，不对的请举手。哎，你拢无趣味，一定爱加几项啦，这两种一定要举手啦。那么一摆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对的请举手。我若较大声，较侪人赢。我笑讲，啊，不对的请举手。啊，不知道的请举手。好，你给我听，要你，我讲。68年来，美国的判决是正确的。68年，台湾人已经飞起了。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国宾饭店是住在国宾饭店的人的，对的请举手。啊，不对的请举手。哎，今天拢知，去住饭店，哪会讲迄饭店是你的？啊，我请问你。住在饭店，你拿不出国宾饭店的所有权状，对不对？你撇了啊！我请问，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的所有权证你提出来不？提出来不？你提不出来，所以你有什么资格讲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？啊，你就较巧，你就跟阿问讲，啊，无台湾像的，好，咱来研究，这块土地什么人当决定？一旦佮交予别人，甚至不爱交予别人，一旦佮买卖，迄人就是有台湾的主权啦，对不对？安尼讲有理无？啊，你佫听无？你住这间厝，这间厝是你的，我这间厝是我的，我都有权利佮卖这间厝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你敢有权利？你无权利嘛？厝是我的，所有权证是我的，但我有资格啊，你没有资格啊，你无所有权状啊。那台湾这块土地一旦把这块土地给出卖的人，你就是台湾的主权嘛？来，咱读的册里底，小学也好，初中也好，有读一个叫《马关条约》。捌看到《马关条约》，请你举手。啊好，啊唔捌看的举手。啊好，你有读过这句话？你听我讲哦，《马关条约》说，甲午战争。清朝被日本打败，所以中国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，
你读的是安尼，请你举手。我嘛是安尼读啊。再讲一摆，《马关条约》来讲，甲午战争中国打了败仗，所以中国将台湾澎湖割让给日本。咱读的拢是安尼啦。我甲各位讲，这是不对的。你有惊一条无？啥那惊一条？我给你看《马关条约》的原版的条约，好出来。你拢捌字嘛？哈，你为头看头看麦。大清帝国大皇帝陛下，皇帝一个人娘呢？跟谁？大日本帝国大皇帝陛下，这嘛天皇一个娘呢？一个天皇甲，就甲这个皇帝，皇帝将第二条，台湾全岛甲所有的附属各岛屿甲澎湖列岛，永远割让给日本天皇。不是日本政府呢，不是日本政府呢，日本政府跟日本天皇有同款无？无同款，因为1945年9月2号，日本天皇，当然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，9月2号签这个投降书。迄当阵投降书代表日本天皇跟日本政府的人叫做什么名？叫什么名？你知无？啊，不，敢是日本天皇家己去签？你捌看到迄个投降书的，请你举手。拢无。啊，来，我给恁看投降书。我们看投降书，从光葵来，下骹甲揉落来，将从光葵放大。从光葵是啥物人？就是大日本帝国的外交部的部长，伊呢？代表日本天皇甲政府去签字，你看哦，你看哦，伊写英文啊，我解说给你听。Behalf of the Emperor of Japan， 日本天皇 ，and Han the Japanese government， 所以我请问你，天皇甲政府有共人无？无共。所以。台湾偏好是挂念或是本天皇，不是挂念或是本政府。到今日为止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无讲将台湾澎湖割让给任何一个人。啊，若无割让给任何一个人，我请问你，台湾偏好即马阁谁个？谁个？日本天皇。啊，你就清楚啊嘛。到今日为止哦，这块土地。那片哦是日本天哦，所以美国跟你讲，台独代表战争。这块土地是日本天皇的，你是免啊独立。日本天皇有跟你同意无？啊，话讲啊，这个日本天皇同意，哎，恁家迄间厝，你若无同意，什么人会当跟你提起？袂当讲你招招十个人去甲带迄间厝，甲讲为今日开始，阮十个人来公道，看这间厝啥个？你感觉会使安尼请你举手？啊，袂使安尼请你举手？哦，这种真巧嘞！恁若有读，恁就知影。问题是国民党中国人无爱互你读，所以咱就去互骗掉。啊，所以美国的判决的第三点，我们生活在政治炼狱，不是讲他不懂。在政治上，台湾人去予伊中华民国利用，讲咱台湾人是变作伊中国人去甲当票。我问你咧，每一年、每四年选一摆，是叫做啥？中华民国总统。当时捌选过台湾总统，你捌去选台湾总统的举手？啊，你选中华民国总统举手？你足趣味的呢！恁台湾人啊去选中华民国总统，啊你有推哇？西藏流亡政府即马伫印度的德兰沙拉，德兰沙拉有总理的选举，就是西藏总理的选举，敢有印度人去参加？无啊！啊台湾人竟然去参加伊中华民国总统的选举，你有去拜去共选举的，请你举手。你若无选举，有去选举，你若无举手，你巴肚疼，我跟你讲哦。
你有选举举手？较老实嘞，较老实嘞。你拢有选举啦，你拢选中华民国总统啦。但是这个观念嘛，你今日今日来上课，你要改变，不是那么容易，因为68年来，我们已经受到完全错误历史的教育。所以到今日为止，美国开始甲咱承认，我会当甲各位讲一个足好的消息。恁在座嘛算真好运啊！咱3年外、3年半伫上课，去台湾民政府上课，你的旁边的人捌甲你问讲，你为什么去台湾民政府上课？那是不是一个叛乱组织？各位，台湾民政府不是叛乱组织。台湾民政府是真真正正的台湾这块土地上面的政府，中华民国只是暂时在台湾代替美国军事占领台湾的一个政府，他早晚一定会离开。也你没一个标识的了，什么时候会离开？听清楚，今年内会离开。你人讲较有可能？稍等啦，稍等啦，你那拍炮拢拍真紧嘞，该拍手都不拍手了，啊，不该拍手拼命拍，你这就趣味，我感觉你们的思维很奇怪。中华民国会离开了，你是你不要看，中华民国开始安那，所有的代志拢从撤销、撤销、撤销，即马已经撤销几个组织了，300几个组织。你可能不相信啊，也不知道呢。我给你看证明，来看我们的官网，看伊即马撤销哪一个部分。我们的官网，即咱这个官网吼，您读出来时，我们会给你一个，你有一个密码，你可以在官网上面留话讲话，来叫较起来嘞，来，这个镜头较起来，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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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较起来，再上去，上去。上去，上去，再来，再来，哎，再来，即将结束带美国军事啊，你好，即将结束代理美军占领日本台湾的中华民国流亡政府，大家拍一个全文，来，你给大家人看，速度安尼真紧好看，来，过来，你好，你好，撤除，撤除，这种废纸，过来，过去，过去。现在已经超过400个东西废除了，财政部啦，来，所有的单位啦，财政部啦，尤其是军方国防部啦，尤其国防部里面的军法已经没了，如果军法没了，你做什么兵？你听好，你如果孩子做兵，他如果逃兵，他没办法给你判，没有军法了。行政院啊，很多新闻局啦、啊、劳工啦、啊、很多啦、啊、要看齁、哦、咱大街才两三礼拜呢，几个人去你看，8462人。你要看这真简单，你等一找齁，去台湾民政府官网去看。各位，美国在台美国学校在这里做台北一间，啊，搁一间伫啥？高雄翠华路，台北伫天母。你敢知影？因即马拢大兴土木，已经起几要好啊？原来有啦吼，啊，即马搁起高雄起两大栋，地下3楼，顶管4楼。我甲看，我即两天才去高雄转来，我甲看已经封顶啊，唔免干泥地就好啊。我问你。每一间校拢增加2000到3000个美国人啊！奇怪呢，台湾所有学校拢伫减班，是安那？台湾人愈来生活愈来愈困难啊，囝嘛唔敢生啊。奇怪，咱美军的学校，佫增加每一间拢增加2000到3000人，啊，那2000到3000人啊，你估计爱几个爸母？一个囡仔上报到爸甲老母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
啊家庭，小妈妈有三个嘛，囡仔佮爸母安尼三个嘛。啊，现主是增加两间加起来，增加差不多四千到五千，啊有偌济人？万几个到两万啊！我故意我甲你报告，美军在年底以前会进来台湾，最少到18000名。啊，这你爱拍破啊啦，你也较欢迎。伊入来遮毋是伫甲你占领啦，我阁甲你讲，美国已经入来啊。今年1月1号，咱的新春会时，我们有一个文告，你若有迄张文告的，你会当甲咱以前的同心讲，你有文告摕来你看，你甲拍开甲看，内底我足清楚甲咱讲，6月开始到8月。大量的美军会进来，安尼有无？所以中国伫6月9号拄啊发生了呢，向联合国提交，讲美国武力占领台湾。联合国秘书处将这个伊的这个文件原封不动甲退回，因为联合国不能处理台湾的问题。为什么联合国不能处理台湾的问题？因为台湾的问题是二次世界大战所发生的，那当中联合国还没有成立，所以联合国未当解决台湾问题。有的推阿面的讲，啊，台湾的未问题，台湾要怎么独立啦，要啥啦？啊，向联合国提告无效，唯一有效的，就是咱。2006年10月24号，带领228人去控告美国总统，迄才有效啦，判赢。但是咱无法度接证权，因为我无法度证明咱是台湾人，所以2006年过了，到2009年4月初7，高等法院判决2009年8月初6，美国。也就是国务院宣布放弃抗辩权，就是说 OK OK， 我不爱跟你辩啊，你拢赢。所以美国宣布10月7号宣布停赖。这么足济台湾人啊，唔捌美国的法律啦，三日乌皮布讲停赖就是驳回啦 ，No， reject 才是驳回。停赖是啥物物啊？稍等嘞，原告条件未成熟，等待审理。的单案，有集到美国要求的人数，他才会把政权还给台湾人。这真简单，啊嘛真严肃。所以咱为2011年到今嘛为止，咱已经有百几期的初级班，一直在上课，从来没有休息。透风落雨，咱拢在上。是啊，咱要较紧赶到这4000名，所以我甲你讲一个足好的消息：9月13到9月2日，美国的司法部最高检察总署的最高检察总副总长要到台湾。中华民国从来无这种的人啦，嘿，若讲以三个行政、立法、司法独立，那这种的。那伫行政这个体系的时阵，等于是副总统迄个，要来创啥？要来看咱检查咱台湾民政府转台湾是不是已经准备妥当？同时，我们会举办2场到3场的演讲。当时2006年，咱告美国的时阵，美国的律师叫做 Kim， 叫做 Charles Kim， 伊嘛要来，因为安怎？台湾有真侪人伫甲咱污蔑，讲啊根本的台湾民众告输嘛，真简单。这个案，迄律师可以请伊来，本人来，甲咱大家讲，告赢告输可以讲，告输告赢，伊讲以后，个人甲证明，就是最高检察署的副检察总长出来讲。啊哪呢？台湾遐。反对咱台湾民政府遐人，全部 shut up， 拢总嘴拢点起来。当时
我相信拢在座各位，恁有旁边的人跟你讲，台湾民主是诈骗集团，你听到这捌听过举手？拢无吗？拢无吗？要老实啦！啊，没有听过的请举手。无听过，好啦，准你无听过啦。我请问各位，来啊，听好，你们曾经台湾民众有没有曾经跟你募过任何的一毛钱的款项？那有的请你举手。啊，那无的请你举手。你有看吗？从来没有募款，你都没有交钱啊！诈骗什么东西？诈骗什么东西？所以我怎样跟咱讲，咱诈骗集团最原始是什么呢？就是台独联盟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已经在日本向日本的法院控告日本的台独联盟，要求他赔偿1亿到3亿。我没有开玩笑，同时要求他在台湾登报。啊，你奇怪，啊，你也拜托台湾跟中华民国换你来一个，中华民国换你，你认为可以相信的，请你举手。啊，认为不可信的，请举手。对，我跟你拢共款，我也不信任他。你即马吼，你甲告吼，上济上济啦，破伊讲赔个20万，赔20万是要死哦。和日本去判，当时日本会犯伊查到足清楚的，是到台湾什么人讲咱是诈骗集团，拢甲抓出来。安尼我有巧无？你感觉我有巧举手？你感觉我有巧举手？偏偏要告，对不对？用日本人的拳头帽去争石狮，敢对？唔对嘛？对不对？你偏偏要告，你要用头脑，所以过去人你甲恁骂，我拢点点啦，我不回应啦。所以，遐台独联盟，日本的台独联盟哦，最近讲哦，阿文杰讲，这个林志升的时阵哦，他都不回应，他故意让我们陷于错误的情境，也好些代志。人不爱回，你甲阿骂，阿爸我爱甲你回应，就是我让你故意陷入错误的情境，搞些代志，你卖甲阿骂就无代志嘛，欸阿妈，我嘛足恶作的呢，但是我呢，我足够忍耐，我就等。等下吼，我就知伊那妈会传去日本，传去美国去。即马传去日本，跟我真近啊嘛，啊我可以留一个，我就甲过。你是台湾的台独，你的棒槌，啊你个阿个是吗？你还是吗？所以好天灾，你知无？啊，阿伊嘛是啊，人伊嘛赞成，搞得好。因为台独联盟错误的历史、错误的史观、历史观念，伊干那要发台湾独立？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，甲民进党同款。台湾乃主权独立的国家，错误的观念要改啦，袂当去坚持错误的观念。你若坚持错误的观念，台湾去消灭去。台湾和中国完全无关的，所以今日这个问题非常清楚，真简单嘛，换伊就来解决嘛。美国换伊，把咱台湾解决；日本的换伊，把咱台湾解决。上丢上唔丢，法律解决。今日我可能爱上个家，因为已经8:10了，我弄个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。谢谢。各位同学，我们下课休息10分钟。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